大家好，我是雷子。我的车三天两头出毛病，然后俺岳父说跟着我去二手车市场看看，能不能碰个别的车，这车不如能卖了，换个那便宜点的，看有合适的没。现在俺都准备好了，那卷子跟俺岳父俺仨一块看看去，走。走吧。行，就回家吧。你也去啊。我的车是只要不停那儿不拉空调都没事儿，你停车你就得把空调关了，开窗户，要不都高温，不开空调不停车都没不要紧。已经到了，往里开开看看去。哇，好多车呀。这个好看吗？教练，这个好看吗？一八年的。不是二点四吗？2.4，豪华，2.98那个。上来感受一下。我想媳妇上来感受一下。感受不到。这是坐后排感受一下。对，我应该坐后排感受一下。这是电动的是吧？电动门。这个坐的挺费劲的。后边啊、哦，后边两排还能坐。这是七座的。坐七个人坐人多。这车挺好看的哈，看人有多少公里啊？这个三万六。三万六。这最短的。你刚才救了一个，还差四个了。16年跟那18年就是一个。那儿哪一趟完呗？这个跟那18年一样款是吧？啊，一样一样。这都是配置是最顶配置了，我新车30多了，这是最顶配置了。咱们不是来看那个2-3万、3-4万的车了吗？怎么看起来这个阿里神了？一来都控制不住了。这家伙，方向感带劲哈，方向轻，主要人多。直接买了吗？买铁路不？不下来了，走吧，开了走吧。还行吧，没拿车大气看到。这个贵不？这个得30。看看便宜的吧，咱。我跟你说，咱这儿啊，这可知道，能玩15，能玩大精品。有事都是有事，没事都是没事。我们他用签子东西写上，跟咱过车关系不用讨论。放心，好了。你说搁这儿，这林哥来了，这不用考虑这事儿。有啥都说啥了。这自己人，林哥来了，有事都是有事，没事都是没事。因为咱搁镇东边儿，很多都是咱大精品占优势的。那先准备走吧，好玩吗？刚才看了一下，贵的是不便宜的是不能要。贵，好了是买不起，慢慢奋斗吧。哎，你还坐你阿里身上不下来了？不开玩笑了吗？中。那个一年之内给你买下来，中不？走。真的。真的。一年之内买下来，中不？奋斗。不可以，我说的所有的话都是有根据的。相信我不？感谢你。